欢迎来到俊达话事频道，记得订阅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俊达，欢迎回来俊达话事频道。我们壁画的上色过程影片已经分享到第四集啦，所以我们这个第四集也是同样也是分享这个上色的过程 ，OK。所以我现在也不要跟大家废话多说啦，大家就开始慢慢的欣赏吧 ，Let's go。OK， 所以我们的第四集的壁画上色过程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。所以大家看了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们在第一个时间就会收到通知。这样我们就在我们的下集第五集的上色过程影片再见啦。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欢迎来到俊达话事频道，记得订阅哦。